清的清音乐。节目一开始，小哥为大家献唱齐秦的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，请静心聆听。曾经想起，在这样的夜里，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，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。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，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湿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。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此悲。过去的你，我不想再提起，不再牢记我和你的约定。雨中的你一再让我哭泣，让我哭泣。我的心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，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此悲。心中早已有人代替，让流出的泪也能够化成雨。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湿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，无情的你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此悲。上的今天，1972年，华视规定男艺人不得蓄胡留长发。然而，1985年出道的齐秦，首张专辑《狼》以长发形象叛逆风格出道，震撼乐坛。来个 key 好不好？月儿。今日来宾是以歌手出身，最近转战主持界的黄品源。将与小哥畅谈以水果为主题的歌曲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小哥频频笑场呢？精彩内容马上开始。这个就问得有学问，葡萄对吧？嗯，
这个就跟那个柠檬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异曲同工之妙。Grapes， 对对对，哎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对，因为有地区性嘛。嗯，对啊，在美国念 Grapes， 在台湾念 Grapes， 腔调不同。在台中就念 Puto。首先，黄品源带来成名代表作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，曲中道尽了苦恋男女的心情。您是否也曾有相同的感受呢？这么多，你
却没有感动过。哎，欢迎欢迎，太雅平安来到节目里。真是非常荣幸啊！真的啊，请到我们黄炳源，今晚是炙手可热、啊，不敢当。这一两年不得了 ，SI 公司打顺手牌啊，每一条道路发展的都是这么好，不会输杠定葵辉，杠定葵辉，给几代是还蛮顺的。哎呀，非常顺，这个唱片啊，主持节目等等，让观众都觉得哎呀，看得非常亲切。其实也是要感谢您老哥的提拔。哎呦，其实这个本身自己才华就无限。每次看你在节目中穿梭，光说你的特色，一到了那个吉他在你手上，那整个人出神入化，就看你秀出这个绝活，这都是不靠别人，本身都有这个实力。对，其实谈到吉他哦，吉他也算是我比较长项嘛，自己的个人长项。其实吉他就真的把它当作是这个，属于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在表演。哦，某一部分特别长。啊，不是，专长，很多人喜欢听这个品源偶尔吐词的时候，尤其你讲国语，猪猪啊什么蜘蛛那些的，我常常看你节目，这个很自然的，因为讲那个话，台湾国语中间啊，那吐掉那个娃好笑的，都是这点叫高注意的。哦，其实啊，这个是啊，算是，没来讲。算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的怎么讲，我也没有刻意去修饰，都是那不丢的，一不小心就会这样。这个人的为人这么的亲切，就看你那个我们在台湾国内看的新闻报道，品源的演唱会在香港红刊的时候，多少港星啊，甚至于成龙先生都出现了。哦，到你的场面，大家打成一片，哇，那台上台下啊，那都是品源的这个光芒啊，能吸引这么多的这个众星云集啊。不过要说演唱会，怎么能跟你比？全世界的演唱会，我看你驻足丢啊，这个丢哦，这个丢哦，啊，这是对，哎，驻足的，你驻足的地方怎么跟你比，对不对？我还鸟巢呢，驻足。你的招拉斯维加斯，别说你亏，别说你给他赌吧，哎呦，对吧？是，说来是我们都是喜欢的工作了，收入算什么？说到收入就太俗气，真的。那还有横批啊，钱少不干了。那最近让人家更觉得，哎呦，好棒啊！品源又拍广告了，拍一个，哎，你吃蔬菜了吗？啊，对，哇，也很妙呢。说到既然拍这个广告。你知道，我们就来聊聊，从这个的角度切入，有什么歌曲有提到这些蔬果类的呢？蔬果类的，我先来给你引导。好啊，好啊，来个 key 好不好？月儿，来一个 key 好不好？月儿像柠檬，柠檬，哎。淡淡地挂天空，我俩摇摇荡荡，散步在月色中。对，提到柠檬的，柠檬的英文怎么讲？柠檬啊，雷檬啊。你不扣看难呢，真扣看这些简单。所以你看，都丑不冷的，突然干火力啊，那考一下。柠檬，对，柠檬英文叫就是雷檬啊，雷檬 ，lemon， 好，对不对 ？lemon 差不多，哎，就是 lemon，l e m o n 还是 m o m a？ 哇，蛮好，它的拼音你看，这都不简单哦，这怎么觉得差不多，对不对？这样你就想起来吧，有没有蔬果的歌？哎，有，哎有，想起来了。来，老师，来几个 key。哎呦，哎，喝一口葡萄美酒，代表我心意。愿他能了解我的一片真情意，不说话一句够我，我只想对他说声我爱你，我爱你。007这个歌就想起葡萄没有，葡萄的英文怎么讲？
这个就跟那个柠檬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异曲同工之妙。葡萄，当然不是，应该是 grapes。哎，对吧？那有点日文的发音的啊 ，grapes，grapes， 对对对，哎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对，因为有地区性嘛。嗯，对啊，在美国念 grapes， 在台湾念 grapes， 腔调不同。在台中就念葡萄。对，包括葡萄。来来，哎，说了说了这个，不能是刁难特别来宾，我也要再贡献一下。还有这个蔬果的歌曲，再给一个 key 好不好？喝一口。哎，谁给你啊？就好像两角菱也是同日生。想知道其他有关水果的歌曲吗？黄品源和小哥将擦出意外的火花，千万别错过明天的精彩内容。屁那不上丢，很难得主持节目有笑场。茶七杯花花出嫁，想着少年家，但一个人无缘来做。广告过后，费玉清的轻轻唱，呈现给您最优质的音乐，不要转台。今天轻轻唱，我们来聊聊劲歌。哎，对耶，当时有一些歌，我好像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被禁掉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在当年的新闻局觉得音乐对人的心理是影响深远的，所以有一些颓废的啦，或是不太健康的靡靡之音等等，都会着手来干涉禁唱等等。哎，那小哥呢？你当时就是有在那个时代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那要不要聊一聊你印象很深刻的？对，当年的禁歌有很多，像词曲中，我记得像《苦酒满杯》就不可以，当时被禁过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像那个人说酒能叫人愁，为什么饮尽美酒还是不解愁？这个歌就太苦了一点啊！太苦也不行哦。哎，像在当年70年的时候推行新生活运动啊，那么像今天不回家，首当其冲就碰到了，因为就觉得违反善良风气等等，所以这个歌都是当年的一些禁歌。哦，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故事。哎，对，今天要来的时候，我有看一些资料，其实里面有一首歌，我觉得很不能相信，它在当时被禁掉，《望春风》。啊，《望春风》啊。那问题可能出在这一句啊，茶七杯花花出嫁，想着少年家，很温暖的歌词啊。哎，可是十七八岁好像是求学的期间嘛，而且想着少年家，可能就觉得这个太煽情，那么不鼓励大家太早就动心动情。哦，哎，没想到《望春风》还有这一段插曲，还有这段历史啊。那么当然现在来讲，这样的一个在思想或是词曲方面，完全百无禁忌。当然回想这些当年这些动作也是见仁见智啊。今天提到这个劲歌《望春风》，我们为各位带来这首《望春风》。唱到江蕙姐的红线呢、啊欸？说的也奇怪，不知不觉唱到红线去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歌就是江蕙在她的这个新专辑里面，把这个新曲啊跟《望春风》结合在一起的
一个非常好听的歌，不知不觉还为朋友打了一下歌曲、啊、其实这首歌真的很红，而且呢这个陶喆也用过，哎呦还对不对，改成 R&B 的、啊、R&B 的唱法，对、所以你看这个望春风，哎，但是在现在来讲是一首好歌，值得大家继续回味。哎，说了说了这个歌才唱了一半，还要继续把这个劲歌唱下去，来再给我一个 key。费玉清的轻音乐，值得一听再听的好歌。